高山之巅中，不丹静谧的寺院里，源自十一世纪无比清净殊胜的传承，口耳相传的竹巴嘎举的教法传承以实修实证而举世闻名。尊贵的朱拉罗本仁波切、卡尔玛让卓，不丹王国中央寺院五大堪布之一，更是金刚乘竹巴嘎举的嫡系法脉传人。他继承了帝洛巴祖师至米勒日巴大师的深厚法脉，成为了当代佛教的领袖之一。仁波切修行了那洛六法和大手印等瑜伽多年，经历了无数的闭关修行与实践，示现出种种神圣迹象和吉祥事件为标志的深刻领悟，为信众带来了无数的祝福与加持。经过深切的祈请，朱拉罗本仁波切将亲临香港，将黄财神灌顶、金刚亥母灌顶、四臂观音灌顶、九节佛风和捉火瑜伽等无上秘法传授给有缘的信众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殊胜法缘。无论是黄财神、金刚亥母，还是四臂观音的灌顶，每一个法路都蕴含着深厚的智慧与慈悲，祝您在修行的道路上资财充裕，不被生活及经济所迫，可安心向道，弘法利生，增益功德。让我们以至诚之心，共同参与这次殊胜的法会，共沾法喜，同证无上菩提，开启心灵的觉醒之旅。